我还是觉得弗妮娜在演，虽然现在看起来啊，她依然是个显眼包，既没有神之力也没有神之心，但是从她的一些异常表现来看，我觉得她还是有问题。因为平时虽然是显眼包，但只要是涉及到原始胎海之水相关的内容，弗妮娜马上会流露出一些认真的神色，比如 4.0 纳维亚案件的时候，对于案件推动时认真的发言，比如在打算和仆人会面时，说服纳维莱特时短暂的严肃，还有面对仆人质问时候的恼怒。给我的感觉就是，假如这位弗妮娜是水神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她拿到的剧本就是扮演一个显眼包，以及在世界线可能走错的地方推进整个事件的发展，让他们往计划好的方向前进。就是有一点像《进击的巨人》中小艾伦并不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未来的艾伦给他安排好的，目的就是走向最终他所看见的结局。那么这位显眼包弗妮娜感觉好像就有点类似，就是你只管演出，只要演得对，枫丹就能从预言中得救，所以他可能只有一部分的剧本，所以别人在反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认怂或者是搪塞过去。然后仆人说枫丹上层很复杂，这点我也感觉到了，比如说在打算会见仆人的时候，弗宁娜和纳维莱特的意见是不统一的，纳维莱特认为当下没有谈判的筹码，贸然会面不是好事，这点我觉得肯定是考虑到了仆人会以公子为由进行施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嘛。比如说探查梅洛彼得堡，那么纳维莱特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很简单，就是下面有原始胎海嘛，作为禁区作为秘密是不能够被愚人众探查的，于是他就找了旅行者，看起来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我们在梅洛彼得堡一来二去，在冲突之后，莱奥斯利直接给我们坦白了这个事儿，并且他也很清楚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告诉林尼，那不就等于是帮助了仆人吗？虽然在剧情中说莱奥斯利是独立的梅洛彼得堡之主，但是很显然他和纳维莱特的私交密切，这让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就是绑定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简化这个剧情，他就是仆人设计调查梅洛彼得堡，纳维莱特表示不行，我们会派人调查公子的案件给你答复，以此来保证我们枫丹的国家安全不被外人知晓。而结果公子的案件一点没调查出来，秘密还走漏了，那这个剧情的走向完全就是利好仆人这一边展开的。纳维莱特等于是给仆人递了一把刀，让他能更好的向枫丹和弗妮娜施压嘛。但是会见仆人又是弗妮娜的主意，我感觉真的十分的混沌。但是一来二去呢，旅行者又被掺和进来了，难道说在整个案件中旅行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吗？毕竟仆人都说期待和我们的合作，这个 flag 都立了，我觉得后续应该有什么深入的情报交换环节吧。不过除了这些混沌的地方，最后还是交代了一些清晰的地方，比如纳维莱特不是完整的水龙王，所有的龙王都不完整，都被第一王座夺取了部分能力，而只有交还这些能力，纳维莱特才有可能解决预言危机。但交还能力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是天里夺走的能力，底下的魔神说还就能还上吗？恐怕这个规则也不是七神可以改变的吧。再说了，现在 4.1 了，到 4.2 让纳维莱特去解决预言危机，那水神不就是彻头彻尾的显眼包了吗？也就是说 4.2 肯定是弗妮娜表演的版本呀。而最后公子的画面似乎暗示着胎海危机应该和这条金鱼有关系，而在纳维莱特专武的故事里讲述的是初代梅洛彼得堡人守护秘密的故事，但最后呢来了一句，另一处绝口在许多年后被有所图者发现，也就是说原始胎海可能还不止梅洛彼得堡这么一个口子。好家伙，这个饼我感觉是越来越大了。不过 4.2 还有很久，说不定我们能通过支线任务挖掘到更多的信息。那么要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咱们再做情报交流。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一期再见吧。